Hello， 欢迎大家来到兔羊频道，我是兔兔。刚又是一个室外的场景，大家知道应该有一些特别活动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带仔仔去游泳，恭喜在这里。之前从他出生的时候就有机会去游泳，在月子中心也有机会去游泳，可是都因为他体型太小，还有脖子的围不够，所以就没有机会可以去游泳。好不容易过了好一阵子，又进入冬天，所以现在好不容易天气稍微暖一点点。我们现在游泳的月份已经是三月底了，然后天气比较暖，像今天就蛮暖，我都来带他游泳。我觉得对家长也是一个很新的体验，对宝宝也是一个很棒的体验。还有就是他每次洗澡的时候啊，都会踢踢水，就可以感觉说他蛮喜欢玩水。对。其实我们是从他这个反应决定，想说我们应该要带他游泳的，对，让他尝试一下就是那种用游泳圈游泳的那种样子，实际上去感受那种垂直游泳的感觉。然后我因为这件事情呢，昨天还整个太兴奋到没睡觉，我就觉得好兴奋要带他来游泳这样。好疯的妈妈，所以小孩体验有时候不只是小孩，就是大人也会感受在其中。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个家庭的活动，走吧走吧，信义新天地星光三月的 A 吧。对，我们等下要去四楼的 Coco Spa， 走。那我们到四楼，这里就是充满了宝宝的一个地方啊。在那里右前方，好，这里好多小宝宝的东西，就是哇，好可爱哦。我们怎么没有来过这里啊？多忙，他一直在讲话哎，他是讲话，对啊。哇，是谁呀？悠悠啊，嗯。来换衣服喽！哇，有暖气耶！要游泳啦！来展示一下你给他准备的泳裤，美国男孩风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这么害羞。等一下，宝贝，等等，我不会让你露点，不会让你露点的，宝贝，乖，没事。还低腰有没有？啤酒肚都出来了！哇啊，很可爱耶！来，佳佳，啊，好可爱，好帅哦！哇，好帅哦！帅哦！好棒啊！哎呦，对，来喽，我们要下水喽，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看，试试有没有很棒啊？有没有很棒很棒，像洗澡一样。哇，这个水蛮温暖的，对不对？很舒服，对不对？舒服，对不对？是不是你喜欢的？是是笑了。哇，你好像很快可以踩到地耶。喜欢吗？好开心哦。喜欢吗？你好像很会游泳哎，宝贝。你好像很会游泳哎，嗯，你好像很会游泳哎，哇，给你小玩具在旁边，哇，好多小玩具，哇，好有加州风情哦。对啊，你果然是加州男孩。哎、欸，他很游泳自在，好可爱哦，你很 OK 宝贝。宝宝游多久？差不多15分钟，在里面15分钟，我没办法。妈妈觉得你游得真的非常好哦。嗯，你是不是喜欢游泳？喜欢运动的话，妈妈常带你来游泳啊。哇，这是什么？还有花洒这么可爱，这有什么特别的功能吗？就是让你声音，然后跟看。哦，我现在要给他拍照，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回忆。好可爱哦，还看得好认真哦。其实蛮好笑的，弟弟身材比例好像很不错。对啊，你看那个屁股是不是很翘？那个屁股是不是很翘？超级翘的。看我们弟弟的身材，很不错啊，脚长长的。那踩到地了呢？对啊，对于儿子第一次游泳什么感受？很可爱，但是一切又很混乱，我也不知道，但是觉得好开心哦。手可以进来吗？我感受一下。不会太冷，也不会太热，比我们去的游泳池的水还要温一点点。下来不会觉得很热，但你也不会觉得，好冷这样子。宝贝，你真的很可爱，来对镜头看一个啊！恭喜，恭喜！啊，好可爱哦，海王，恭喜！就是你过来了，就是你哦，他转过来看你，还笑。有没有想过可以从一个微小的活动观察到小宝贝的性格跟擅长什么，很有趣。我可以感觉到他就是一到水缸里面，他就是很自在，而且他会有他自己想要做的事情，这非常的明显。要开水柱喽！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，你可以抵御这个吗？他在感受，很淡定的感受，看一下他的身体。
好不好？这里面是有水柱的，像 SPA 一样，好像反应挺不错，也没有什么在哭啊。他在想办法，是不是？你好像真的很淡定哎，没办法抵抗就顺从。这边的人员呢说要帮恭喜换一下这个泳圈，这个是腋下圈，就是手可以伸出来的，因为他觉得恭喜就是好像很想抓东西，然后手一直挥挥挥，所以等一下要帮他换一个泳圈再试试看。好开心啊！哇啊，真的很可爱哎！嗨嗨嗨，来芊芊芊芊芊芊。好可爱哦！对啊，这个钓竿给你装，海王就是要拿钓竿呐！啊，海王拿钓竿，海王就是要拿钓竿，他拿的很好哎，还是开放咬饵的。哦，会踢呢！你好棒哦，恭喜宝贝，游完泳了，你很棒哦。早上之后呢，他要先来洗一个澡。我刚刚看到那个有颜色的泡泡浴，然后洗完澡呢，要帮他按摩。今天也是过得很快乐，有运动又放松。我们就来看一下他的状况喽。你怎么就翻过来了嘞？你还想要游啊？我对他爱上游泳了，果然就是要体验才会知道喜不喜欢。游泳是固定的行程，以后都得安排进去了。那我们也得游泳了。我们吗？嗯。我觉得我好像对泳还，你懂不懂按摩的爽呢？今天是不是过得很开心啊？帮他洗香香，然后喷一个宝宝香氛，闻起来就是迷情的味道。迷情的味道，海王，海王，你今天已经正式成为一个海王，并且有海王的味道。小就有便当袋也不可爱的，这个维生素 D， 从小就开始吃的维生素 D， 在里面一样要吃健身活的益生菌。四个月大之前呢，它没有吃粉末状的，开始吃副食品之后呢，我就会直接加在副食品里面。维生素 D 呢，有时候看情况，有时候还是直接低脂，有时候是直接加副食品。恭喜恐怕已经等不及了呢。对啊。然后这益生菌呢，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小朋友跟大人都可以吃。益生菌补充其实也蛮重要的啊，至少恭喜现在排便都很顺畅。嗯，也好像挺满意的了，那么好吃啊？对啊，这让我想到小时候游完泳也觉得好好吃东西了。但还是要慢慢吃，鱼蛋看起来就很吃很吃。嗯，你很棒哦。最后一口。啊，没了，宝贝没了。没得吃了，你催促也没了，真的很棒哦！好了，再给你一点点，我想办法。最后了，真的最后了，没了。没了，就这样喽。脸上的食物好棒，好棒！恭喜目前现在补充的样间的维生素 D 或者是益生菌，现在组合价呢是79折，如果输入折扣码 RW 的话，整单还有再90折的优惠哦。下单的话还会有赠品。我们现在就是把资讯都放在下方资讯栏，喜欢的话大家可以参考。如果你很想看我们的影片，请不要吝啬按下订阅，小小的举动大大的帮助。订阅。今天游泳就这样结束了，整个游泳的时间大概是50分钟，50分钟包含来到这边换衣服、下去游、洗澡、按摩、换衣服，大概就是50分钟。第一次来的家长可能还是会比较手忙脚乱，就是不太清楚流程，至少我是有点这样啦。我也是，其实这个心情很复杂，就是你同时想要做的事情有太多，你又想记录它，你又想观察它，你又想知道流程。可是如果有第二次的话，我觉得其实就很轻松，你会很清楚要带的东西是什么，然后你很清楚流程，所以也许这支影片可以帮到你们，就是如果要带宝宝来做这项活动的时候，你就可以知道流程，你就能更得心应手了。恭喜呢，其实好像也蛮喜欢游泳，他也很 OK 接受新的事物，包含换泳圈嘛，新的体验，我觉得他都蛮能接受。那唯一就是有点容易肚子饿，所以会有一点点哭，感觉是真的很饿。对，所以我觉得今天他应该非常好睡。他刚喝奶的时候就已经边睡边喝，这样奶一喝完就醒过来，小宝宝充电非常快。那我觉得很多宝宝可能在月中的时候体验过游泳，因为很多月中都有游泳嘛，但是除了月中之后就不太能够游泳。那不管月中游泳经验是好还是不好，我觉得宝宝再大一点的时候都还是可以再让他再试一次游泳，就是长大会不一样嘛。
很开心有一个地方可以提供宝宝这样的环境可以游泳，因为我觉得宝宝游泳真的是很少，设施什么都是比较特殊的。然后我们是到星光三月的 Coco Spa 这边，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，也可以参考过来试试看。补充一下，宫崎目前是7到8个月的年龄大小来游的。今天就是一集满满的恭喜，终于满意了吧，大家？除了我们这两张老脸，还有一张嫩脸，可以看看大家开心了吗？好酸啊！总之喜欢的话，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小杨说拜拜，恭喜说拜拜，恭喜拜拜，拜拜。那你觉得他泳裤有达到你今天的效果吗？有，我很喜欢，而且我也喜欢他越来越下面。这个妈妈怎么偏变态？渣男都这样穿，奋力的感觉是奋力的感觉，是奋力的感觉。对你才奇怪嘞！我是说，我喜欢上往下滑，就有奋力的感觉啊！对对对。